请收看维新世界千年一点通，乾宫八卦乾为天，天风勾天山遁天地平，风地观山地过，火地惊火天大有，对宫八卦对为泽，泽水坤泽地摧泽山险，水山间地山前，雷山小国雷泽鬼魅，离宫八卦离为火，火生于火风冰火水为金，山水蒙风水幻，天水凶天火同人，真宫八卦真为雷，雷地雨雷水仙雷风恩地风生水风金，则风大过则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千年一点通》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嘉芳。师父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的宗旨理念，举办了易经大学的正期班、初级班、大专暑期精进班、大专建筑班、华人班等等，以举办教育的方式，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传承下去。那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会邀请到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新生代的同修来到节目现场，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些学习的上面的一些心得以及正道的一个案例。那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的白成桥白师兄，你好，小白师兄你好，阿弥陀佛，请您跟大家问候一下。各位电视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初级66班学员白成桥，阿弥陀佛。是我们小白师兄，大家都这么称呼。其实，在现在节目开始录之前呢，他非常紧张，然后一直在逃避。其实我们白师兄，您的工作好像是非常专业的工作，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其实我觉得每个工作都还是在学习的历程。那我目前的工作是做钟表维修，那我都一般不敢自称为师傅，我就是一个专员这样子。因为这个工作的细腻度上啊，还有专业度上，其实是就像老师说的，法无定法，学无止境，所以目前都还在修学当中。是，所以在钟表上面比较细部的这些维修上面都可以请教你咯。因为我既然投入这个产业的话，当然就是用心在这个产业。那对于不懂的部分，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个前辈，或者说比我们后进的那个学修们啊，他们在各个领域上不同，是，比方说术业有专攻，都可以教学相长这样子。那您现在是在我们的初级班的第66班的学员，除此之外，在宗门的服务上还会有其他法务工作吗？刚好有这个因缘，今年那个元义老师有在今年开初级70班，那就来担任这个副班长的工作。是，也是想说借由这个来带出自己的一个比较责任感这样子。是，的确就像我们主任有鼓励说的，当你接了这个法务之后，自己在心境上一定会有不同的一个感受这样。是，对。那也很好奇，小白师兄，你最当初是怎么知道我们师父，怎么知道维新圣教，然后开始结缘的？在早期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因为就是都习惯性嘛，大家都是去转转电视台啊，对啊，后来就我发现到这一个节目，那时候好像是混元老师的易经风水面面观。很早期耶，很早期，对那时候因为对于这个风水上的这个方面，就觉得很深的我心也看得意犹未尽。对啊，才慢慢的对这个有一点点的一个兴趣。
在之前的节目《易经风水面面观》，很早期的节目嘞、嗯，对不对，小白师兄？所以那时候，你是怎么开始衔接到我们易经大学的课程？后来也是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我们就想说，既然是有兴趣的一个、一个内容，其实，在坊间也蛮多类似这种易经风水的，那也曾经去参与过一些其他的课程，对，啊，后来直到应该当时是有上网去查，好啊，才知道说我们有各分寺道场也在做教学，对，好啊，所以就那时候第一次报名就在台中道场，好，有做一个报名，不过当时也才有其实抱着很大的那个兴趣去学习，是，但是学了三四个月之后，发现工作上的一个时间上无法调配，是，所以就没有继续这样子，所以中间就暂停了很多年，好多年，也将近十年了，哇，到现在才开始再回归到宗门里面，对，这样，那当初是怎样的一个缘分机缘，又开始衔接回来？我们人在生活上的点点滴滴，一定都遇到很多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啊，后来就想说，经过那么多的一些算历练吧，就想说，是不是应该在接触过蛮多的宗教之后都很棒。但是就像我们在学习的过程有说啊，当你知道了要怎么办，那后来发现在宗门我们的维新圣教可以找到方法之外还有解决的方法，是，对，所以就觉得因为年纪也不小所以应该看起来还是保养得很好，我们的小白师兄，谢谢所以应该要对自己的下半场人生投一不一样的一个资，那个算是资源吧，好，来让自己的另外一个起头可以过得更顺遂，那这顺遂当然就像老师说的，我们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啊，进而我们有因缘再来帮助别人，这是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所以在这两年又开始重拾了，回到我们初级班开重新开始学修这样子嘛？对，是。那在这段期间呢，老师讲这样子算是我们的老信徒了耶，这样子是，对，只是年纪比较轻。可是在这段期间这样下来，就是在之前之后，你的心境上的改变有给你带来怎样的影响吗？心境上的改变就如同我刚才有提到的，在其实从小父母都会带我们去拜拜啦，还是说佛寺参佛啊之类的，那我觉得从小扎下这一点种子是不错的啊，只是说在这个很多东西是要如何慢慢的去把它融会贯通，对啊，就像我觉得一个心境上的改变比较大的就是师父有说过哈，就是这个好命未甲歹命做伙，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师父在对这个一般世间人说的这个婚姻的部分，在说这一块，可是我觉得我相信这是一小部分，应该可以扩大为其实人跟人之间都是一样的，对，一般人在不如意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可能我们的心生病了，好，那我们在看待他人的同时，假如我们是一个好命的心态啊，自然我们就是一个好命的人，这样子是，就是很有禅意，对，
刚刚小白师兄提的都是相当有禅意，师父也常常在无论是在电视上或者是节目上还有在课程上都会提点我们的。那也想要问一下小白师兄，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到现在开始这两年开始重新学习我们的易经风水宗教，在你的生活工作或是家庭上有没有带来怎样的转变或者是一个结合？一般我们能使用上的比较直接一点，就是可能居家的风水。居家的风水，因为毕竟我们是跟家人住一起，所以假如能运用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小部分。但是我自己有感受到说，在工作的这个工作的环境上的调配，好，我发现说，借由老师，好，跟师父所开示的一个妙法。来做适当的调整，自己就感觉到那个磁场，还有做起来的那一种，那种感受就比较稳当这样子，对，而且跟朋友、客人之间的一个工作接待上，感觉是蛮舒服的。这应该是老师说的那种大地风水的磁场，是，对。而且在师父讲课上面呢，无论是在易经风水上，也有很多心法的一个传授。我相信在初级班呢，我们初级班的老师们也都会传达给我们每一位学员。那在这些心法上面呢，小白师兄，你有没有对于哪几句话或者是哪几个层面对你的影响会不同？在其实老师。我们上课前，好，我们都会有混元禅师的这个15分钟的一个对学员的开示。那其实里面多数是心法的陈述。那我觉得心法这种东西不一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做法，但是借由熏陶，我觉得让我们可以在看待任何事情上。比较不会有那一种执着心，对，是，比较不会有那种执着心这样子。是，像转境呢，然后用我们的心境去转来面对事情的看待的方法、角度也就都不一样了，对不对？哦，完全不一样。但是这种东西是需要去练习的，因为人生来就是业力所带来的，但是。这方面或许有些会觉得是一种玄学，凡是靠自己努力没有错，但是当我们遇到不顺的时候呢，其实应该跟自己说不顺是正常的，好，那我们如何来调理它，是不是我们能做的部分呢，是不是要先去把握，而不是说都外求于其他的一些法仪啊或者什么的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心境的转变，再加上我们在圣教里面所学的这一个用意，确实可以除了心境上改变之外，我们有很适切的方法，好，可以让它可以很圆满的一个运作这样子。在这边呢，其实有听到一些小白师兄的故事，他在比如说在家庭上，还有在投资理财、买车子、买房子等等，都有一些很特别的故事，想要请小白师兄来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谢谢。因为其实在学习易经的路上，当然运用比较多的可能是一些重大的决定，那我们重大决定不外乎像我们这个年纪就是想要买房子啦，是，我买车子啦，买房子当然就是希望能借由自己所学的来将这个小家庭完全依照我们这个易经风水的这个概念去把它调到尽可能如法这样子。对 那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在买房的部分，买房部分当然是算是后知后觉了，因为结婚嘛，结婚之后总是会希望有自己的一个理想，所以当然就会跟太太，就是一起去寻找一个
可能合适的地方来创造自己的未来。嗯，那这当中当然也看了很多很多套的房子啊，大大小小啊，远啊近啊，还是说要不要离父母啊，就是原生家庭，嗯，怎样能也兼顾得到，嗯之类的这样子。嗯，那这当中当然看了很多的房子，也请那个我们的那个老师，还有我们的老师袁毅老师，嗯，好，我们都会去，合适的、不错的，就会在礼拜二、礼拜五，是，我们会去排问事，是，对啊，当中当然老祖跟那个袁毅老师也都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方向啊、筛选啊，嗯，甚至没有100分的房子，嗯，但是要100分的心态，嗯，的情况下，我们就这样逐一逐一的，可能有找到不错的房子，但是在当中，可能是自己的因缘不具足，嗯，哦，本来是说可以买的，嗯，可是我觉得老师可能交代很多的，一些事情要去运行，是，可能也是自己的福报不够，还是说没有做到位，是，所以很多东西虽然告诉我们说可以，嗯，但是附加的这一些比如说自己的修为，像我们中文经常提到的，要诵经啊，嗯，要有一个回向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对象，嗯，还都是参加法会，嗯，好，所以可以让我们在走这一条的路上，哈，会更顺。是。那老师也说，买房子是一个很大的福分。是。去换来的，是，那所以我们也是欣然接受，嗯，就是到后来没有买成，也是想说，哎，那自己不足的地方，嗯，再踏实的，嗯，慢慢的修为，嗯，嘿，我相信，对对对对，有因缘的话，哎，可以，人家说，哎，厝家己找人啦，嘿啊，无人去找厝吼，足忝的。所以那时候就是大街小巷都去寻访过了，各种房子都看过，到现在呢，实际因缘的关系，就没有做一个成交的动作。对，后来就没有成交的动作。嗯。但是也会有一些实际因缘的关系。的确。也是没有关系的，这样子。对对对对，嗯，其实我们不能完全去看待说，哎，我们在这个用意的过程，好，的一个，这个我称之为它是一个用意，是个方法。嗯。但是心态上、心境上，还有师父常说的这个福德因缘，嗯，好，一定要具足。所以这是我个人比较着重的，就是在。这个在维新圣教修学上，我觉得除了易经风水之外，我觉得这个个人的这个修为上、心境上的一个提升，是，哦，那是更为的重要，是，称之为厚德载物嘛，是，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不是坊间，就像我过去所学的坊间的易经风水，嗯，比较着重于这个术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是在养闲，是。对，所以也把自己比喻作闲事来努力，这样子来勉励。就如同师父说的，称之为大家为闲事，在学习易经风水之外，还有加上宗教的修行，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会有我们的老祖师尊引领我们这一段路应该怎么走等等，这是一盏明灯。那在这边呢，也想请教小白师兄，就是你这段期间这样子重回维新圣教来学习之外呢，最近有没有遇到比较实际的事情，或者是正道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应该是说时时刻刻人就是在做一个选择题。嗯，那在这个当中，我刚才一直提到的就是说，心境上的提升之外，那当然遇到比较重大的事情，比如说现在当前比较在那个当下的这个疫情的部分，我们一定会遇到，就是
这个心安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打疫苗，是哇，这么多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抉择了。对对对对对，好啊，这个变成说，当然除了我们心境上的提升之外，但是这个变成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状态，一个趋势。对，那不得不的情况下，又看到那么多的可能不幸，心中自己会害怕吗？其实会哦，尤其对于家中有年长的父母来讲，会更是担心。是啊，所以当然也是有这个因缘，小小的这个福德，我们就可以用意来为家人来做一个占卦的动作。是，当然还是要请元英老师帮我们解卦，比较安心。是，自己占卦完之后呢，集中由班长吗？还是对，一样我们的田班长，是田班长，对，一起集中所有的问题来做一个请示，希望无论在初级班的同修，虽然才刚开始接触我们维新圣教的妙法，但是也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得到解决问题的内容，这样子。对，就像混元老师常说的，人世间上吼，就是心不安呐、是。那如何心安哈？除了修学佛法等等之类的一切宗教之外，我觉得用意是我们的一盏明灯，是，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它就像是一个楼梯一样，可以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上踩。不是讲师父常说的“我们直接撒着撒天歪”，就是可以很踏实，可以立即性的，是，这就是用意的一个价值。是，这是我觉得我们宗门，就像我们刚才的师兄伯峰一样，我们宗门没有排他性，跟过去所学的也没有任何的冲突。是，对。我也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圣教里面，也常常会遇到就是比如说像别的宗教信仰的同修一起来参香礼拜，我自己的朋友身边也是有基督徒呢，或是等等呢，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对，那在法会上面呢，其实也会有很多义工的参与。那在这段期间呢，小白师兄，您有在这部分来做参与吗？我们因为工作上的关系，这阵子加入这个维新圣教之后，像去年跟今年有参加我们那个仙佛寺的水陆法会，好啊，我们接的元一老师接的指派的部分是那个香机组，是，对，也是蛮法务蛮繁忙的一个地方，当然我们不是真的下去做料理啦，哈，对，但是借由其他我们来成就很多的闲事，好，来让他们有这一个养精蓄锐，是来为下半场好来再做一个法会上的部分。对对对对对，这个老师在上课上有说啊，我们在这个香机组就是在养闲，对，好，因为易经里面的这个顶卦，顶卦就是在养闲，那我们就是在养很多的这个期待养的这些闲事，是，那可以再传承下去，可以养更多的闲事，是，对，所以这是蛮有意义的，是，嘿。那在跟小白师兄第一次认识，其实是在去年的法会的时候呢，在录制《义工立人天》节目，对，他就立马逃跑。对，留下他们家师姐呢，在节目的现场。所以今天也很高兴呢，可以请到小白师兄直接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点点滴滴。那也要请您呢，再一次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呢，来做邀请、鼓励，以及就是在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宗教上面，对你而言带来很大的帮助的一个想法。我的心得是这样，就是说法无定法，那我们在人世间遇到的很多事情是多如牛毛，那如何在我们不管在工作上呢，还是个人的修为上呢，有障碍的时候，其实在易经风水的部分都可以让我们就像是开车吧，偏掉了，那有人告诉你该怎么把它拉回来，
其实不外乎就是回归正轨，就是所谓的正道而已。嗯，对，是这样啊。所以不管是我们在各行各业，还是在不同的宗教做修为，其实这个易经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上的好伙伴。是，好哦，谢谢小白师兄。那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他来节目现场，来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那在这边呢，也谢谢师兄您今天一起的参与，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青年一点通》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